知道，阿紫最疼我了。有阿紫的地方，什么都不算过。哪里有阿紫，哪里就是家。盈盈双心条条路相对，叹沧海难为，相思难给，逃不过被命运支配。无力的记忆里长出新的年岁，破碎却从未摧毁。老大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我曹大对商队绝对的忠心耿耿，不离不弃，守护你最后的光辉。我要赢嘞。什么？赢都无用。嗯，我不懂。你嗓子能说话了？好了。好了。第一次坐马车。九杯一打，要啥有啥。九杯一碰，黄金万碰；九杯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出新的年岁，破碎却从未摧毁，自信终不会引入湖水，守护你最后的光辉。人间不过总缺春枝花开又花谢，宿命一直为缘尽彼此。饿了吧，吃点吧。好。到我。可去。来。先喝口水。到我呢。先喝口水。到我呢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谁呀？大晚上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有水吗？没有。朱殿，我有钱。自己去楼上找一间就行了。
接我，大毛利帮的。老生意来了个不错的玩意儿。好，走。王娘，哎，辛苦了。什么看？哎，小丫头长得水灵灵的，绿油油的，想跟我说话是吧？好。说，救命啊！你这，你这么抢！小丫嫂子也没有用，这根本就没人。大明把你卖了，还得靠唱小曲儿挣胭脂、水粉、帕子钱呢。楼上啊，也有个小丫头，长得也漂亮，这么漂亮和你配一对，肯定会卖个好价钱。今天我们发财了。你们是想要钱吗？我求求你们把我放了吧，我是做御史的。给你们金银珠宝，我求你把我放了吧，求你了。金银珠宝，我要。你呢？我也要。阿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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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上门来了，发财了呀！此时城门已经关闭了，我们就在此借宿一晚。无妨，找段武要紧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住店！你们是何人？为什么被人绑在这儿？我们让两个臭婆娘给迫害了。阿紫，睡得好吗？嗯，好久没有睡过这么香的觉了。吃早饭吧。哎，阿紫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看，我的手好了。你不是随张郎君在一处吗？为何会被拐？我在军营听他们说你出事儿了，我都快吓死了。张郎君一直都不回来，然后我就去大漠找你，但怎么都找不到。不过好在我现在找到你了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云秀，此客栈我已经为你交了一月租金，你尽管安心住下。若有任何不适，你就找店家。还有这些钱，足够你路上用的。你带着这些钱，去长安也好，去找张郎君也好。我与你说过，待你手好了之后，何处不能安身立命呢？阿紫。我不要钱，我不去长安，也不去找张郎君，我只要跟着你。你不能跟着我。为何？我为何不能跟着你？我不去长安，不去找张郎君，我为何不能跟着你？云秀，夏明死了。夏明死了。
是我没有保护好的，曹大爷死了。你听话，拿着这些钱，去长安，何处都好。你乖。 说好了，我要保护你。你别走，阿紫，你相信我，阿紫，你就付出命也要保护你。你别走。买些烧饼，我们在路上吃。拿些烧饼。好。要热一些的。 多谢。司文姐，可以了。哎，段少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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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段少
没想到这路上还有意外之喜，这三个小娘子长得可都不错。他们几个得跟桂花巷另外谈价格。放心吧，先到了扬州再说。都滚吧！严子君，你怎么还敢来我崔家？来人！来人！崔静初，来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我崔家的菩萨！如今这十八家店铺都是我的，当然也包括你这些老宅子。而且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这郑世元不仅要抢你行首的宝座，还联合了各行老，要将你们崔家在珠宝行除名。他们怎么敢？他如何不敢？如今你背后的靠山已经倒台了，你又因供出舞弊背了一屁股债，这十八家店铺也在我的手上，你们崔家再无翻身之地。这郑家还不趁此机会趁火打劫，让你们崔家万劫不复。你当年对扬州烟市赶尽杀绝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今天？你怎么没有死？你怎么没有死？你为什么没有死？扬州烟市的遗孤今日来找你寻仇来了，就算将你千刀万剐，也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曾想过千种百种让你死的法子，但我今日不杀你，我就是让你看着你们崔家苦心经营的一切毁于一旦。
让你百倍千倍来偿还对燕氏做的一切，让你们崔家万劫不复，让你崔静书生不如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郑家跟你们一块上路。家主，该吃。家主，家主，你怎么伤掉了？家主，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家主伤掉了，快来人呐！家主，治理以崇敬，力行以明威，圣人在位，当以威行肃天下。凡进城者，严查过所，严防宵小。凡疫病恶疾者，不得入城。徐南英，想不到他竟来了扬州。只要严查了，以后进城不太好进。哎，给我看！哎，你再来点儿。这小娘们好呀、啊！小娘们，没有你，滚！你这身伤的肯定是受了不少罪，你跟了我，以后就吃香喝辣了。你也配？我可是崔家的人，崔家已经完了，崔静初已经死了，不可能！还不信？今日就出殡。出殡？怎么？你还真是崔家人啊？这小娘们，给我追！追！时辰到，全后落监。阿紫，这是真狼阁的崔行首，怎么会？
云秀，云秀，阿紫，阿紫，来坐这儿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放心吧。为什么要救我？空洞的时候，你救过奴隶，我还你一次。不必了，我以后会还你的。阿紫，这种人为什么要救他呀？劳欢误死了这么多人，你就这般躲在扬州？是的，他们都死了。没想到我还活着，没想到我还能出现在你眼前。一切如你所见，一切如我所见。经商也罢，都是我教你的。我再教你最后一件事。阿紫，阿紫，你怎么？
反正你现在身边有我，你想去哪我都一直在。走走不该是我。你笑吗？